发明人工智能的人真是个世纪鬼才呀，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无论你是大学生或者行业从业人员，请别走开，我将带你们了解人工智能的演变史。人工智能一词最早由约翰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被定义为由程序或机器执行相应的任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伦图灵帮助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在奠定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恩尼格玛密码是什么，但我相信万能的军事迷有一定的了解。恩尼格玛密码是德国人用来加密军事通信的复杂密码，而图灵在解密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不仅让盟军在战争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也为现代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是电影《模仿游戏》的主角，他提出了图灵测试的概念，这是评估机器表现出人类智能能力的基准。麦卡锡在1956年组织了现在著名的达特茅斯研讨会，该研讨会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地。在研讨会期间，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系列问题解决程序，这些程序允许计算机学习玩跳棋游戏、解决应用题和代数、证明逻辑定理和说英语的策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人脑的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符号人工智障阶段，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神经网络的发展上，深入研究人类思维背后的认知过程，并探索自主思考机器的有趣可能性。这涉及使用符号和逻辑来表示知识和推理， LISP 等早期编程语言的发展。研究人员的目标是创建可以在专门领域模仿人类决策的专家系统。第一个虚拟助手可以追溯到1966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 Joseph Weizenbaum 创建了 Eliza。 这个早期的聊天机器人旨在模拟与心理治疗师的对话，尽管能力有限，但 Eliza 为更先进的虚拟助手铺平了道路。在70年代和80年代，人工智能的进步面临着重大挑战，因着计算能力的限制和人工智能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人工智能研究的资金和兴趣减少，许多项目由于未实现目标而被放弃。然而由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符号人工智能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开始探索脑神经网络启发的连接主义模型，这引发了人们对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新兴趣。不过有一个问题，当时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所需的计算机技术仍然严重缺乏，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终于极大地增强了计算能力，人工智能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等算法在图像和速度识别语言处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直到2010年代，机器才被开发出来，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在尽量不受人工干预下做出决策。从那时起，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被称为深度学习的下一阶段。深度学习不是遵循特定指令和编程的机器，而是设置基本参数或指南，并训练计算机自行学习。从本质上讲，它鼓励机器更具创造性的思考，并采取主动。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计算机仍然需要人类的某种输入。此外，人类行为的某些复杂方面，例如幽默表情上的语言，这极难编程。就算到目前为止，我们日常交互的许多系统都使用一种称为狭义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形式，网上许多网友称之为人工智障模式，其中也包括从互联网搜索再到 Siri、Cortana、Alexa 等数字个人助理都只能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但随着深度学习模型的发明，人工智能近年来又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使用所谓的循环神经网络来理解文本， RNN 网络在逐字翻译句子时效果很好，但是假设您想将一个句子从中文翻译英语，这会造成许多语法上的错误。 Transformer 可以跟踪顺序数据中的关系，并学习上下文，从而产生更准确的翻译。 ChatGPT 于2022年11月30日推出，并且非常受欢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该网站的用户群超过1亿，截至2023年6月，该网站的访问量达到16亿次，博主也是受益人之一。 Transformers 的主要优势之一是他们能够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方面对大量数据进行预训练，在总结和生成文档方面尤为强大。通过了解视频甚至生物序列分析，科学家们正在使用 Transformer 来增强对基因、氨基酸、 DNA 和蛋白质之间关联的理解，这导致了药物的更快开发和设计。Transformer 还用于以防止欺诈等犯罪，优化制造流程，检测违规行为，提供个性化建议，并改善一般医疗保健。相对于普通人来讲，通过像 Midjourney 这样的程序，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作品。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其快速发展令人担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道德考虑、法规和社会影响仍然是重要的讨论话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2023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多达2000万个工作岗位，而马斯克、比尔盖茨、霍金等众多科技界大咖都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表示担忧。马斯克更是公开称为人类文明存在的根本风险，甚至比核弹头还要严重。马斯克还呼吁对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组织，包括他自己的公司特斯拉，进行严格监管。 I try to convince people to slow down AI, to regulate AI. Now, the thing that's going to be tricky here is thatIt's going to be very tempting to use AI as a weapon. It's going to be very tempting. In fact, will be used as a weapon. 马斯克说归说，但还是推出了猫女机器人，这让广大单身男性亲切地称呼为老丈人。这波福利给的确实不错。马斯克所说的意思是，如果你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武器，例如热循导弹，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击中目标。导弹感觉不到目的感或情感，它只知道它有一个最终目标，并且会尽一切努力来实现它，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显然，在人工智能方面需要谨慎，而且世界各国政府通过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需要时间，但从目前来讲，人工智能极大地提升了尤其是制造业的服务，对人类的帮助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弊端存在。屏幕前的你对人工智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点个关注不迷路。这里是科学内幕，持续为大家带来优质的科普视频。